强阵风吹袭本港部分地区，警方收到超过20宗水上活动嘅求助个案，西贡至少有9个人堕海。开头啦，我大约早15分钟前到啦，知道有依样特石湖风嚟紧啦。咁嗰阵时我就教紧客就 workshop 嘅，我又大约早15分钟前叫佢哋上岸啦。咁我都揸到去西贡码头咧，离远大约5分钟啲风已经到啦，风同埋浪已经突然间风云变色得好犀利。咁我同哥哥出咗每人一艘船教紧学生啦。咁见到个天气咧就开始有变化啦，差啦。咁都決定咗，同學哥決定咗會回程啦。經過嘅時候咧，我就發現到好多動物喺個海度，或者有啲就會喺個岸上邊嘅。哇！個天好黑啊！咁我途經到白沙洲嘅時候咧，就有大風大雨，咁咧就有好多動物反轉咗咧，見到有好多喺水面漂浮嘅人咧，就叫救命。跟住出到去嘅時候咧，都真係好多人嗌救命啦！咁好多人跌咗落海，又跟住反唔翻隻獨舟啊，反轉咗，或者就冇嘢捉住咗，漂流咗出大海。咁我優先救咗嗰啲人先啦，即係冇嘢捉住嗰啲先，盡量想救到一個人就多一個人咁。出到去嘅時候咧，就見到我有一班同行已經喺度啦。咁大家好有默契咁去拯救呢啲遊客。冇話任何情況下夾貨嘅，其實就真係冇話電話聯絡過，大家都好默契咁樣，好即係好夾到咁樣嚟去救任何人，我覺得好好咁樣。第一時間就去救緊人先啦。咁我後期救人嘅期間咧，都望到周邊咧，亦都有其他嘅船家咧停低喺度一齊去救人嘅。但係嗰個極端天氣咧，就係可能1分鐘前天氣可以好好，下1分鐘就係、是。狂風驟雨，我自己架船都其實好難操控嘅，因為嗰個情況下我自己架船都被風吹到飄咗去第二度嘅，所以我一來要控制住自己架船啦，二來就要睇住佢哋嘅安全。依天氣突然間咁誇張，我都係其實第一次見都係。咁我就即刻揸架船出去就救佢哋咁樣咯。咁我就扯完一個，跟住轉個頭又兜一兜，跟住又扯第二個，好快又扯咗幾個上嚟，跟住就即刻翻碼頭就放低佢哋啦，跟住又嚟過第二轉咁樣咯。喺個 group 度同埋喺 Walkie 度已經知道個情況係其實係有依個意外發生。咁我當去到嗰個意外嗰個現場嘅時候，其實都幾震撼嘅，因為其實真係。比我想象中多獨木舟反咗，眼見其實係好多喺個海度嗌救命，幫得就幫啦，其實真係唔好怕蝕底。咁我就都見到啲水警又之後就再出嚟就幫手咁樣啦。咁水警就可以救到啲深水嘅人啦。咁我哋嗰啲滑水船、細船又可以埋啲岸邊咁樣去救咯。咁我哋知道個天氣轉變得咁快，其實都心有數，心有打數，知道可能會好多意外發生。咁其實我哋就算喺附近，我哋去現場最快都要2-3分鐘。咁2-3分鐘喺一個意外嚟講，甚至係喺水上面嘅意外嚟講，係可以發生好多嘢啦。如果唔係現場有唔同嘅滑水艇啊，或者船家熱心幫助，將啲墮海者救起啦，個情況可以係好嚴重。喂，君，前面有隻滑水艇。同我哋揮手，你出一出去問一問佢咩情況。我驚有人墮海。收到。土哥，頭先個船家話六火船頭有人墮海。咁其實附近嗰啲船家咁都有問我哋，咁大家都保持一個溝通。喂，你見唔見到嗰度有人唔見咗啊？或者你有冇救過啲人啊？或者你船上面嘅人喺邊度救啊？咁我好衷心感謝你哋嘅付出。如果唔係當日嘅事件，有機會可能。養成一個好重大嘅災難事件，咁我好多謝你哋。你好，市民，我叫石華友，我姓馬嘅，我叫鄭偉豪，我就叫鄭浩新，我係鄭偉南，我叫鍾文軒。